其实呢，杂粮面包不能减肥，养生健康的欧包也不行。你们看，这是马可的抹茶杂粮贝果，它的热量相当于三个抹茶铜锣烧。我妈一顿能吃俩，等于吃下六个抹茶铜锣烧，或至少12片的松饼。再来，这是杂粮蛋挞，它的热量呢，就跟一个正常的柠檬塔一样。最后，全麦芝麻包子，它的热量可以吃两根芋泥闪电泡芙。所以说，一般的瘦子是不会嚼这种智商税的。某宝恨归，把我转发。